2020年7月16日，全球冠状病毒感染人数达到1392万4306人，染疫死亡591835人。当日新增感染240231人。美国因中国武汉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疫情感染人数达到368万3324人，染疫死亡141016人，当日新增感染66497人。